Hi， 大家好，我是 Willy。 嚟紧呢四日三夜嘅时间咧，我将会行晒成条100公里嘅物理耗径，咁即系咧由西贡行到去屯门。依家系10点钟，我哋出发啦。因为大风得滞，所以咧嗰个影咧要揸住条绳啊！如果唔系咧，啲风咧咁样吹过去咧，系会吹冧个影啊！今日系第三日，哇！琴日咧系非常之冻嘅，今朝喺个营入边换底裤嗰阵咧，哇！缩啊，唔系气味嗰个缩啊，而系缩埋嗰个缩啊！大家 get 唔 get 到啊？今日咧天气咧系非常之好嘅，天文台咧算佢预计得啱啊！咁啊八点钟。准时出发去呢个原矿坳，因为咧寻日咧我喺厕所嗰度咧斟咗啲淡水啦，跟住煲滚佢啦。咁今朝发现咧水樽入边嗰啲水咧劲多沉淀物，搞到我都唔想饮。我而家咧背囊咧得翻一支水冻乐同埋一包维他奶，究竟有冇办法可以喺唔饮嗰支水樽入边嗰支水嘅情况下，可以去到下一个站嘅补给点咧？但下一个站嘅补给点好似有啲远，唔通真系要我？饮嗰啲沉淀物，好核突喎！原来行多几步路咧，就有个凉亭啊。早知寻日行多几步路喺度扎营啦，四面都系有树，应该系会冇咁大风，因为寻日系超级大片空地。不过算啦，诶，都已经执，都已经扎咗，出发啦。点解仲有咁高嘅啲路？哎，我想坐喺啲石度啊！哎，好重啊！我而家最想见到嘅系一个垃圾桶，因为啱啱我食完罐黄豆，而家要揸住揸到佢有垃圾桶嘅地方。由于唔系几嚿水嘅关系咧，我谂住咧喺呢一度咧装啲水，然后咧就喺度起个炉煲一煲滚啲水。嗱，就算要斟水咧，都系斟啲会流动嘅水会好啲咯。诶，系拎去煲先，只要有淡水嘅地方，再加到个 gas 炉同埋一罐 gas 咧，咁就唔怕冇水啦。我哋啱啱咧就喺昂坪过嚟，咁我哋而家向大老山进发啦。哦，终于有垃圾桶啦，我罐黄豆可以抌啦。哎呀，顶！录低晒啲柒嘢添，嘿，喂，屌，咗嚟，喂，我得一只手呀，抌唔到啊，咗嚟，咗嚟，咗嚟，喂，真系唔得喎，喂，你熄机先。今日天气非常之好啊，万里无云啊，所以有啲晒。那个波波仔嗰度就系大老山啊，仲要行多两个零钟先到下一间士多，到时咧就可以补给啦。点称呼啊？点称呼啊？我姓蔡嘅。阿蔡生，系佢话俾两个铲我。啊，最紧要咧唔怕辛苦，唔好沉迷嗰啲所谓成日打机，食烟又唔好食，酒咧你尽量避免，如果就唔好饮。大家喺网上嗰度，好啊好啊，交流旅行嘅心得啊，拜拜，拜拜。好多见我孭住咁大个营袋咧，问我系咪自己一个人行，自己一个露营，跟住我话系啊，自己一个行晒成条物理好劲啊，跟住佢话吓自己一个啊，咁样好惊讶，我自己都好惊讶，我都唔知点解会咁大胆够胆死自己一个去露营。呢一间咧系物理好劲，一间好重要嘅补给站，佢位于 M101嗰度嘅。我食完个杯面，放低几两，又出发啦。依家三点钟，准备由啱啱嗰间士多。行上去獅子山，嗱呢一度咧就系香港回归纪念亭啦。咁嗰阵时咧，如果同啲朋友仔咧，就会喺下边嗰、那个獅子山郊野公园啦，咁样就上到嚟呢度，一定经过呢度噶啦。然后咧就咁样上去呢个獅子山山顶。咁我哋咧唔落去啦，我哋咧会继续向北架山进发，仲有1.3公里。阵间咧。要上呢条超级楼梯，我喺度坐下气先。嗱，呢边咧呢个咧就系獅子山，呢个咧就系石矿场，呢度咧就系九龙湾，呢个咧就系旧机场跑道，呢边咧就系九龙塘，而呢度咧就系尖沙咀，而嗰个咧就系佐敦。点解我会知咧？因为呢度有写噶嘛。呢度系北架山观景台啊。我哋终于去到北架山啦，但我哋咧要去嗰边行，继续行。
依家行去大埔公路，虽然话落楼梯系开心过上楼梯，但系绝对唔可以掉以轻心，因为八成嘅人受伤都喺落楼梯嗰阵受伤。这个八成系我作嘅，即系意思即系好多人都会落楼梯受伤咁解。咁所以咧要慢慢行，用啲拐杖落先，然后先至再摁落去。他说这里呢是鹰巢山自然教育径，那叫得教育径应该就很易行的，所以呢趁现在平路行快一点。哇，来到金山郊野公园，现在来到马骝的地头。我原本很肚饿，想着吃点东西，发觉这样搞法都是不要拎点东西出来吃住。来到金山郊野公园呢，行山绝对再不是一个人的事。你看看几多同伴。去到金山郊野公园嗰阵，我放低个背囊，突然之间发现好像少了啲嘢咁样嘅。当年我喺度笑话 Steven 仔唔见咗佢件风褛，依家我仔唔见咗个地脊，咁我今晚点瞓 ？Shit！ 咁我翻转头揾已经唔见咗啦，都唔知咪俾啲马骝担走咗。我系揾唔翻我个地脊噶，冇计啦，要继续行啊！前面呢个呢隐隐约约睇到咧就系针山啦，我而家要爬上去啦，终于上到针山啦，啊，仲有两个零钟先去到扎营嗰度，而家应该系10点钟。上完针山，再落咗个针山，再上个大斜路，唔得啦，好攰。我而家坐咗喺条大马路中间，好，上边咧就系草山，左边就系针山，咁我哋而家咧准备去悬矿坳，就喺下边度落啦。哦，终于来到了。嗱，这个咁光的地方呢就我们今晚住那里了。不是这个厕所，是后面这个凉亭。那我今晚呢就在这个凉亭度扎营。那这里呢是非常之好住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呢一来呢这里有个厕所，二来呢这里呢是在一个凉亭。那我今晚呢就因为有瓦遮头，所以呢就不怕这么大风。那我现在在这里 set up 个营地先。喂，是不是真仙啊？我想叫外卖的，我想要花枝丸啊、北极贝啦、鳗鱼寿司啦、三文鱼寿司、三文鱼蟹柳寿司送上嚟悬矿坳凉亭啊，几耐送到啊？半个钟送到系嘛？好，拜拜。大家见唔见到呢度个光？李志贤送糖肉啊！我唔呃大家，我系有 supporter 嘅。我不是自己一个行晒全程。最疯狂是什么呢？他买了劲多这个真鲜寿司。你看他带了些什么上来。哇，估不到真鲜送的又真的挺快的。半个钟头后呢真的送了寿司过来。他买了一个 match 给我，但是那个 match 太大了，所以现在他要将它解开三分一。好彩有他，如果不是今晚我都不知道怎么睡。即是呢他呢不是在过夜的，他是呢上完来跟我开完餐呢他自己一个行返落山的，你说他是不是痴线？拜拜拜拜，你会不会收我？不会。明天就最后一天，希望明天可以完成31公里。好了，早唞了，拜拜。那巴士司机喂上车了喂，你不要那么站行不行？九中落西贡吃海鲜了喂。我们会又爆了。我睇咗5cm 识唔到女周围，你试问啊 ，Steven， 你矮唔矮都识唔到啊？